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，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993页最后一行，感度佛印啊，这是第三个小段，感应设方诸佛赞叹如来啊。请看经文，又闻设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，种种功德无碍无断。念老的注解，无碍无断者，设方如来言四无碍之妙变，故云无碍。这是妙变，是说法啊。四无碍是义无碍、法无碍、慈无碍、要说无碍，就是欢喜说法啊。这是一般对佛、对菩萨、对大德们的赞叹。如是赞叹净未来际，无有间断。这是甚深不可思议的境界，无有间断，所以无碍无断啊。我们接着看下面文。阿难原生，阿难白言，彼佛净刹得为真有，从来没有看过，我亦愿要生于彼土啊。要是爱好喜欢啊，我也愿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念老的注解里头，阿难亲见弥陀如黄金山，得相端严，即彼土
种种清净庄严。戒习是未见，古人得未曾有，过去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的殊胜。那么又听到十方诸佛对阿弥陀佛的赞叹，生稀有心，发起大愿，愿生极乐，正表阿难当机，其慧深心，故发愿求生。乃曰：我亦愿要生于彼土。这些经文对我们来说意义很深。阿难尊者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，关系很深，他们是堂兄弟。阿难是老，这个佛陀是大哥，他是最小的小弟。阿难看到了发稀有的心求生净土，我们今天听了应当效法阿难。我们虽然没有见到极乐世界，也没见到阿弥陀佛，阿难见到了，经里头决定没有妄语，决定是真实的现象，如实记录下来。世尊宣说，下面一段世生因缘，这一段跟我们的关系很深很大啊。我们看经文，世尊告言，告诉阿难，其中生者，其中是大众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不是偶然的，听世尊后面几句话就明白了，一尘清净，无量诸佛执中得本，如与孙比，应当一心皈依瞻仰。这是阿难前面请教，愿生净土。佛在这里告诉他往生的因缘，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，世尊答曰：得往生者，已与无量诸佛清净供养，四奉学习，广知德本。我们今天
在这个世界的人生遇到佛法，遇到净土法门不容易啊。为什么会有这么好，这么大的好运？过去生中曾经供养过无量诸佛，由于这个缘分，我们的人生闻佛法啊，遇到净土法门，释迦牟尼佛在世，与会很多人，都是过去生中亲近供养无量诸佛，是绝对不是偶然的。啊，我们有没有份？认真反省，想一想，我们遇到这个法门，有没有生欢喜心？有，不大，跟阿难比相差很远。那换一句话说，阿难尊者比我们在无量劫来供养诸佛，他比我们多，我们不如他。我们只能够说是信，已经很难得了。愿心还生不起来。佛陀帮助我们，加持我们，得我们自己要具备条件的，自己条件不够，佛没办法度人。经教里头说的很多，佛不度无缘之人，不是不度，他不能接受我。啊，我们同修当中很虔诚的老居士了，晚年退休了，学道去了。啊，我们听了很难过，我们晓得这是过去生中福德因缘薄，还不够啊，所以十几年听经闻法的熏陶，到最后还是放弃学佛去学道去啊，也未尝不好。佛里面不能成就，希望道里有成就，我们也祝福他。这样的人不止一个，太多了啊！啊，甚至于还有学佛多年，有时候不知不觉他还在报复，他还在障碍佛法，
自己舍弃了，还劝别人别相信。这些事情古时候有，现在更多。我们看到了，我们听到了，很感慨啊！但是我们回过头来想想自己，自己确实很幸运，一定要像阿难一样下定决心，这一生当中决定求生净土，能不能去，有没有把握去，不要问别人，问自己，自己有坚定的信愿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没有一个不往生的。啊，我这一次来，离开香港前两天，国内还有个同修传一个信息给我，念佛会大家在一起念佛当中，就有一位居士站着往生。找照片给我看，啊，我在手机上看到的，给我们做证明啊，站着走的，没有生病啊，就在绕佛绕了几圈之后，他就走了，这是来给我们做榜样。为什么这么自在？一心专念，对我们现前这个世界没有丝毫贪念，完全放下了，才能现这个种瑞相啊！啊，这些往生的瑞相，坐着往生，站着往生，日知时知，都是给我们做榜样。我们看了之后怎么样？有没有信心？啊，真信切愿，可以跟他们一样自在往生了。啊，自在往生功德大了，给多少人看到了生起信心，好榜样。清净供养，侍奉学习，广知德本，德本就是专念阿弥陀佛，下面念老又引阿弥陀经，正如阿弥陀经曰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，跟这段经文意思相同，要多善根，多福德，多因缘，念佛不能中断啊。
这是多福德的现象。就这一句佛号，六个字，行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是印度话，意思是皈依、恭敬。啊，念阿弥陀佛也行。为什么？善根福德心愿，就这一句佛号，加上南无行，不加南无也行，念四个字更简单，阿弥陀佛。我们继续看下文，经者如与生彼，应当一心皈依瞻仰。娘是从娘，真实的恭敬。对老师恭敬，对佛陀也要恭敬。佛陀是我们的老师，我们称他为本师。啊，乘传佛法，把这个法门教导我们，佛不在了，用什么经教？用经典。现在科学技术发达，更方便的网络、电视啊，卫星，现在我们用手机就能收看网络卫星，方便了。啊，这些都是缘分，只要我们能相信，我们就真正的受用。皈依瞻仰，这个里头有礼佛的意思，有观佛的意思，有念佛的意思，也涵盖天行菩萨无念之智。净土宗三经一论，我们所依据的经典，第一个《无量寿经》，第二个《阿弥陀经》，第三个佛说《观无量寿佛经》，里面就十六种观法。持名念佛是第十六观啊，最后一段。越是最后向后越是重要的啊，摆在最后就是最重要的。
任何一种观法都能成就，也有难易不同。啊，最容易的就是第十六观，一心成名。啊，天亲菩萨的五念，第一个是礼拜，第二个是称叹，就是称名，第三个是发愿，第四个是观察，第五个回向。下莲居老居士，一，这五念法编了一个简单的功课，早晚课，便利于工作繁忙，没有时间呢读这些大经长篇的啊，为了节省时间起见，半个小时课就做完了。啊，叫静修捷要。内容就是这个五课，就这五年，渐渐不到五年。下老往生了。啊，嘱咐他的学生黄念祖老居士，将他老人家所汇集的无量寿经，就是我们用的这个经本子，做一个注解，他说完了。啊，之后又把静修捷要详细讲了一遍，有录音啊，录音的设备不很好，有一些同学发现把这些录音写成文字很难得，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静修捷要报恩谈。老居士黄念祖老居士通宗通教，邪密圆融，是我们近代的大善知识啊。在台湾有李炳南老居士，在大陆上有黄念祖老居士，我们能够遇到，能够亲近，这是大福德了，不容易啊。啊，这两位大善知识都做了，他们的著述文字录音传下来了。啊，静修捷要报恩谈，可以把它当作佛教概论看，内容太丰富了啊，把佛教大乘小乘啊，八个宗派，显教密教通通说到了，
啊，要想了解整个佛教，你看看他的进修纪要报问他就可以了。啊，现在还有同学把这个文字从头到尾念一遍，你要没有时间看，喜欢听啊，那么这个光碟流通很广啊，从头到尾念一遍，十多个小时啊，喜欢听的，不喜欢看字，看字的喜欢听的，有这个录音；喜欢看的有文字啊，这个本子我们大量流通，利益无边呐、啊！啊，下面念老师要知一心称念六字洪名，即总摄无念妙门。这一句说得好啊，听讲要十个小时，啊，总是一句佛号，一句佛号，无念都在其中，以真诚恭敬心去念，念六个字行，念四个字也行，但是要一心，一心就是清净心啊，又如阿弥陀经六朝向阳时刻这个本子啊，这时刻又从时刻塌下来成为襄阳石刻本，里面有一几句话其他本子里都没有啊，这几句话是以称名故，诸罪消灭，即是多善根福德因缘，这几句话罗什大师的一本没有，夏莲老说到这个地方，希望啊将来印经能把这个十几个字这几句话补进去，好像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补进去这个本子，这几句话很重要特别是对我们根性并不很利智慧浅薄业障深重啊，那这几句话对我们是很大很大的力量帮助我们念佛，诸罪消灭，这个话佛在经教里头
讲的太多了，时时刻刻叮咛我们，劝导我们，慈悲到基础。不厌其烦的提醒我们，重罪消灭。无世界以来，生生世世，无论造什么样的罪业，这一句阿弥陀佛都能把它消除。这一句阿弥陀佛能帮助你往生，生到极乐世界等于成佛了。极乐世界的人跟佛一样无量寿，寿命无量啊，所以你有足够的时间证无上菩提。不像我们这个世界，人的寿命不长啊，活到八十岁的人不多啊，所以我们要走捷径，要走近路，才有把握。净土法门是近路，这一句佛号是把握。只要你心里头长存阿弥陀佛这个名号，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，那我就祝福你，你决定得胜。无论造作什么样的罪业，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第十八愿讲得好，十八愿的时候你造了无逆十恶，无逆十恶的果报是在无间地狱，罪业里头极重的无逆罪啊。往生，这一句阿弥陀佛都能把这些罪业消灭。阿弥陀佛接引你往生，这个例子多。净土圣贤录里面，往生传里头所记载的，我们看过。这些年当中往生的人我们见过，许多瑞相我们亲眼见到过，决定不是假的。业障重怎么办？念这句佛号就能消业障。再有，能把我们妄心放下，起心动念不利十善业道，十善业好不杀生，
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两舌，这两样是很难断的。末法时期的众生，习气很重，不知不觉，妄语、两舌、嫉妒、傲慢，不知不觉地冒出来。啊，他的确没有作意，就是故意的，不是故意，习气形成的罪业。啊，贪嗔痴慢，对圣教的怀疑，这些年来，我劝初学同学，最简单的方法，真学方法，要学佛的存心。佛教我们，熄灭贪嗔痴慢疑，好啊！怀疑、是重罪啊，是愚痴，没智慧。人与人之间的怀疑，他是不是有这些恶念、恶言、恶行？我们不是自己听到的，不是自己见到的，听别人传说的，更不可靠了。那我们信以为真，把他看作一个恶人，这个人冤枉啊！我们造业啊！佛教导我们，即使真的他作恶，也要原谅他，也不能随便批评他、回报他。他造业，我们看到了、听到了，随着我们也造他的业，你说冤不冤枉？啊，他将来做善徒，我们跟着信。能不能在一生当中没有冤家、没有债主、没有对立，这个日子多好过、多快乐，这个不要求人，完全改变自己的观念。就得到了。佛在经上前面我们念过不久，告诉我们说，先人无知，不舍道德，无有余者，殊无怪也。别怪他，他想错了，他做错了，他说错了，为什么不能怪他？没人教他，所以
你要同情他，你要原谅他，这是你的厚道，这就是积福，这就是修善啊！何况真的没人教他，啊，处处原谅人，回过头来不能原谅自己，原谅自己大错特错啊！原谅自己是罪也，原谅别人是福啊！是灭罪，是天福啊！不能不知道啊！佛言，看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佛的佛菩萨，佛心里头，佛眼里头没有我用。看到无间地狱的众生，他还是佛。啊，为什么是佛？一时迷失了自信，造作恶业，感的这个现象啊，好像做噩梦一样，他会醒过来，他会恢复本来面目，本来面目就是佛陀。为什么这个面目不生不灭，永恒？阿赖耶识里面这些现象有生有灭，有生有灭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真的不生不灭，不生不灭是自信，是真心，有生有灭是妄心，不是真心啊！所以我们学佛，学佛用真心，不用妄心。没有往生到极乐世界以前，永远站在最低的地位，别人都是佛菩萨在应化，只有我一个人是凡夫，常坐如是观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常坐如是观呢，慢慢自己会醒过来。醒过来之后，罪业化解了，菩提心现前。菩提心是觉而不迷，这个觉是真觉。我们要想恢复真觉，最简单的方法读经，经里面的教训记在心上，落实在生活上，特别是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。你说什么时候你成佛成菩萨了？什么时候你看到一切众生都是佛菩萨？恭喜你，你成佛了，你成菩萨了啊！能够看一切众生都是好人，干什么坏事的时候也是好人，他本来是好人啊！《三字经》上都告诉我们：“人之初，性本善。”善人不是坏人呢，怎么坏了？学坏了。
语言不善，学坏了。啊，真正学佛，想走捷径，就用这方法学佛。断贪嗔痴慢疑，学孔夫子啊，外面学孔夫子，温良恭俭让，一个人温和、善良、恭敬、节俭、忍让，你说多好。多么自在，多么快乐，多么幸福，不是做不到啊！啊，这样做到，这是真正的佛弟子。啊，温良恭俭让，这个五德，孔子有。释迦牟尼佛有，诸佛菩萨都有，放下，看破，看破是智慧，了解事实真相叫看破。啊，看破是什么？万法皆空。金刚经上告诉我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又说，一切法，毕竟空，无所有，不可得。不可得的统统放下，连这个身体都要放下，身体不可得，有生老病死，所以是假的。放下就对了，执着就错了。真能放下一切随缘，这个身体自然健康，如果想在这个世界上多住几年，自然延寿，为什么会延寿？不是为自己名闻利养，与自己毫不相干，为众生服务。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这是大好事。这个人要长寿啊！海鲜老和尚112岁往生的，他怎么会有这么长的寿命？佛菩萨加持的，不是他本有的。佛为什么加持他？现在学佛好榜样没有了，阿弥陀佛嘱咐他，让他多住几年，给佛门弟子做个好样子，跟念佛求生净土的人
做个好样子。这就是他晚年注释所做的工作，是为佛法，是为众生，帮助人增长信心，增长愿心，往生极乐世界。我们也一样，我们如果真正发心，弘法利生，他能得到，我们也能得到。注释是苦差事，真的不是假的。老和尚表演，20岁出家，师父就叫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嘱咐他一直念下去。他听话，他真干，这一句佛号从20岁念到往生，往生是102岁，念了92年，92年的功夫难得了。我冷静在旁边观察，老和尚念到礼业心不乱，礼业心不乱跟禅宗里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同等的境界啊，只是能大师说出来了，他一生没说出来。个人语言不一样，啊，所以向阳弥陀经这个十课本这四句以称名故助罪消灭，即是多善根福德因缘，我们要记住，我们要学习。是故阿难一心皈依瞻仰，即是多善根福德因缘。亦如诸已往生者，曾清净无量诸佛，执众得本，故必能满往生之愿。这个后面几句话都非常重要。我们要记住，多念念，增长信心，不退愿心。阿难能成就，海贤老和尚能成就，我为什么不能成就？勉励自己，努力追上。那往生极乐世界，决定在这一生，不能等到来生后世。来生后世可能愈迷愈深，你跟极乐世界越来越远了，就要在今生，就在这一生当中圆满成就就对了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说到此地。